青椒炒肉丝的做法，家常小炒，美味更健康。双引号，青椒两个，肉丝适量，油适量，葱适量，姜适量，酱油适量，蚝油适量，盐适量，十三香适量。一成品。二准备食材，三肉适量切丝，四青椒切丝，五锅里适量油，葱姜爆锅，十三香，肉丝炒熟，加入适量酱油、蚝油。六倒入青椒炒断生，加入适量盐调味，炒好，出锅。七成品，八成品。